大家好，我是姐姐新红。今天我们这儿下雨了，下了一天，然后回来的时候路上还有点堵车，所以就回来晚了。晚上就做一个特别好做的菜，酸菜炖排骨。行，等我来。今晚不休息啊。嗯。吃了我们的叶子会长的叶毛，天气暖和起来的时候，人们就剪羊毛。你俩知道这桌上哪个菜最贵不？嗯，这个。对，那山菜那都是带你太姥家拿回来的。这个贵，我跟你说。多吃点野菜，知道不？还有肉贵。那肉都不如那菜贵。真的。嗯。蔬菜。这拌的挺好吃。他就是那个薯条的，天天惦记让我给他炸薯条。嗯。他不给我炸。你自己炸以后，你长大了可以自己炸了。嗯。别老吃那个，吃点别的。嗯。你说炒土豆跟那薯条有什么区别吗，姑娘？最好。嗯，有什么区别啊？嗯，薯条是切一块一块，那单煮也行哈。嗯，对吧？嗯。你在老家酸菜呢，那不有肉吗？乐意吃酸菜。先吃粉条，我这里。吃粉条咋的呀？那个嗦了嗦了。香啊！你姑娘，你得说造啊。造不出嘴了，现在。姑娘，咱家有的是饭，你别这样式的，跟老长时间没吃饭了。好吃，妈妈做的饭最好吃了。香啊，造啊，香造啊。